谢谢志伟哥真情告白，时间过得好快。对啊，我也觉得不知不觉就两年了。看到两年前的，我觉得真的两年真的差别很多哎，不只是头发的长度哦，就是还有相机的画术。有没有觉得以前两年前都会觉得画质好差哦？然后还有就是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就是怎么讲，两年前的 Mina 看起来比较青涩一点，笑的方面嘛，以前其实个性很害羞，不太知道怎么笑，所以笑的时候都是，就是以前我很腼腆，很容易自己尴尬，然后笑的时候都是那种，我有在笑啊，大家，别人就哈，你有在笑，大家微微上扬。15度吧，以前笑15度对我来说是在笑，然后露齿笑就是这种，人家说那种最标准露齿笑是露6颗牙齿吗？我以前笑大概就是这样，看起来是这样子。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我刚才在我的 IG 的 story po 的那个两年前的 Mina？ 我以前笑真的是这样子，就是看起来超尴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现在的话就是直接笑到8颗10颗，笑超开。谢谢爸爸花开正当时 ，Hello 综合佳佳午安，九蛋午安。3岁到5岁感觉还好，哎，可是跟你们讲，年纪越小差异越大。像那种10几岁进来的，进来 AKB 两年，就是小朋友长得很快啊，因为小朋友刚出生那一坨的样子，然后过了两年哦会爬了，就是长超大。可是你看，如果一个人40岁到42岁，你不会看得出来他这里多了几条皱纹啊，就是其实年纪越小，就是两年的时间你会看得出差异越大，越老反而越看不出来，真的是这样。 Hello 季风亮午安，是不是有没有中肯？晨晨，但我觉得晨晨一直都蛮成熟的，一直都蛮成熟的。晨晨变高了，对啊，我已经长不高，我已经过长高的年纪了，所以我两年前跟现在没有长高啊，没有长高是没关系，我觉得重点是要有长进，有进步，这就是好的，对吧？我都不敢看我以前的影片，哎，阿姨大嘎达这么简单的歌，真的阿姨大嘎达跟其他歌比起来真的是超简单啊！以前都可以踏个步都能踏的感觉快跌死了，可能以前不太习惯穿高跟鞋吧，然后还有肢体还不太协调，就是很容易自己的左脚跟右脚在打架，然后就跌倒，都不敢看以前的影片，好可怕哦。谢谢正人的 kiss 啾啾，谢谢太空花枝精粹 ，Hello Kilo 午安，嘉豪午安。现在真的慢慢在进步，但是进步的非常缓慢，就在想是不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了记东西就是你知道脑袋不好使啊。你看人家小朋友可能他要学会说话，可能花个一个星期，然后可以叫爸爸妈妈什么什么，你就觉得哇塞，这小朋友学得好快。然后年纪大了，你看那种我妈妈爸爸那种手机都不会用，跟他教过这个这样，这个怎么拍照都不会开，真的有障碍，就是感觉好像这就是小时候，但确实是这样子，这是有研究显示的，好不好？有研究显示，就是年纪越小学东西越快，就特别是语言。你看你小时候，如果你在家里就是那种双语甚至三语的教学，然后你长大，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融会贯通所有语言。可是当你已经年纪大了，然后你再开始要学一个外语，你就会发现哇，好像记不住，怎么连背个50音都背不起来这样子。所以真的做什么事情要趁早啊！正人第一次看。你哪是练舞太慢哭哭回家的影片，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影片？怎么会看到那个影片啦？但是我到现在，我自己觉得我现在跟以前比起来，练舞记舞的速度有变快。怎么讲呢？因为 AKB 其实很多歌，比如说我们会有所谓的
基本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踏步，或者是有一些动作会有，就是哦，你学过之后你就觉得啊，就是那首歌有学过，其实是类似的东西，所以就会学的比较快，因为有学过。但是以前的话，什么就是完全两年前的我，什么跳舞是什么在吃吗？就是从来没想过我会要跳舞欸，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要跳舞。而且我以前同学有看过我跳舞，以前国小还是国中都会办那种什么舞蹈竞赛，我不知道欸，反正就是要我们跳舞，但是其实我不会啊，然后我还是班上编舞的那一群，但是也是编很简单动作，然后我都想说，我同学看到我跳舞都说 ，Mina 你真的不适合跳舞，对你以后还是别跳舞好了，就是那种比赛结束之后会说你以后还是别跳舞好了。真的没想过，真的现在看靠着跳舞吃饭啊。Mina 还会编舞没有？其实都靠同学神 carry， 我大概只会编很简单的东西吧，但我已经忘记以前编什么舞了。不会跳舞的编舞，我记得以前是跳什么歌啊？应该是像我有点忘记，但可能就是那种以前应该是王心凌、蔡依林的那种歌吧，然后可能。但是不是什么很动感的歌，可能只是比如说老鼠爱大米好了，以前还蛮红的，然后可能就编个简单的舞，我爱你，只是大概，然后手脚稍微动动的那种，就是我脑袋可以想得出来的，不是那种很难的东西。小白兔午安 ，Hello 国树，谢谢叶兰的幸运草。舞棍阿伯，舞棍阿伯厉害了，舞棍阿伯的身体很硬朗，他编的舞都我还跳不起来。Hello 田中午安，你不要在晚上好了啦，是在复制贴上你。谢谢夏尔的许愿瓶。现在看到我是偶像，一定跌破眼镜。他们认得出我吗？我以前跟现在，除了名字之外，应该认不出来吧？因为长大应该差蛮多的。谢谢阿提亚的会员选票。现在大家都夸 Mina 跳舞很可爱，跳舞很可爱，可是没有到厉害，就是像比如说易云，就那种舞蹈担当啊，他一出来跳舞，大家就哇，这跳舞很有力道，很好看什么的。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就是可能就是先天有什么障碍吧，我已经努力在克服了，但是真的非常困难。就像唱歌，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音痴啊，他不知道自己走音啊。怎么唱就不知道怎么唱歌，所以有些可能真的是先天的，我不知道我先天有什么障碍，我也不知道我再给我两年我能不能克服呢？仓鼠舞是什么？仓鼠舞应该只要扭屁屁吧。Hello 游戏 Hello 午安，谢谢新鲜柠檬的应援棒。易云是练家子，我是半路出家，这真的是太中肯了。我是半路出家的，真的是，所以我就说啊，你们现在有什么想学的东西，马上就要做 ，do it right now， 因为你拖得越久，你脑袋越不好使，就记不住，可能那股热情还随着时间消磨而渐渐不见。谢谢夏尔的看好你哦。我编舞的时候是呆宣时期吗？不，好像还不到哎，好像还更久以前。我可能还是国小，应该是接近呆宣时期。我那时候应该是小白，我那时候应该是小白时期。Hello， 勇哥午安，谢谢加蛋送我福袋。Hello， 六营不熟午安。有些成员以前有学过跳舞，跳舞时会有力道，就是这还是需要时间跟经验的累积吧。谢谢詹先生，啾啾你哦。谢谢阿华的 kiss 啾啾。小黑应该是跟我一起的哦，对啊，小黑跟我一起编舞，但小黑很会跳舞哎，而且小黑他现在好像跳那个肚皮舞很厉害。我有看到小黑 PO 他的表演的服装，但是就觉得哦，跟以前很不一样，我跟以前也很不一样。
我是跳，我们跳的舞风很不一样。我现在是很 idol 的 idol 嘎达。谢谢加蛋的告白气球。勇哥很喜欢四七节哦。勇哥希望下次有机会来看我们现场的表演。玉安午安，可以介绍小黑给爸爸认识。为什么爸爸想认识小黑？爸爸也想学肚皮舞吗？龙珠午安，适合跳可爱的舞蹈。因为我还小吧，等我再长大一点就可以挑战性感的舞蹈。再大一点，我还小。谢谢夏尔的梦幻烟火，我怎么没看到特效？是被吃掉吗？肚皮舞跳了，说不定比较没肚子。可是其实肚皮舞要有一点肚子的人跳才好看哎，就是像我这种，就是骨头啊，就骨头跟皮啊，没有人要看，就是这个没有人要看啦。肚皮舞还是要有点露的。萝莉狼要跳尾鱼舞哦，尾鱼舞被吃特效，还是我没更新？尾鱼，尾鱼肚好吃啊，沙西米加瓦萨比，哇，おいしい。马丁午安，我跳性感舞蹈会有趣。不可以这样说，你们都没有看过，还不能太早下定论。就像我的 rap 一样，有没有？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我 rap 了一首歌。你看我没有 rap， 你们说，哼，我应该不能 rap， 只能唱可爱歌。谁说我只能唱《爱的抱抱》？我可以唱，我可以唱《全都是泡沫》，然后也可以唱。也可以唱 rap 嘻哈都可以，好不好？你要吃泡菜饭吗？所以不能把话说死。我是对什么事物都抱持着好奇心，都略知一二啦。虽然不大厉害。谢谢不想上班的石头。学生天团跳的好慌张，我真的没有跳过，我没有玩过 Jazz Dance， 那这很难呢、欸，那什么东西啊？熊妹说我 rap 很好笑，熊妹，熊妹刚才我开台的时候是不是有进来？熊妹说我 rap 很好笑，那熊妹来 rap 一段，来 battle 啊，熊妹。Hello， 强纳森叔叔哦，孝贤驾到了，欢迎孝贤驾。思源无安，跟着跳超慌张了，我真的不知道要 Just Dance 那种游戏到底要跟着哪里跳啊？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时候，它就已经过啦、啊，你到底要怎么跟着跳啊？我真的不懂哎、欸，熊妹更好笑。熊妹有 rap 过吗？熊妹应该不行吧？熊妹可以吗 ？Just Dance 是肢体障碍突破的电视游乐器。我在想，对，我那天跳完，我都在想说，我们家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个 Just Dance， 然后来练习，可能我跳舞会进步。我觉得真的太难了，不是跟着画面跳就跟不到啊！你看完他都过了，要打去练舞室打。Hello Asky， 豪哥豪哥午安，该买一组了吧？Just Dance， 但应该很贵哦。那个位置有到其实就可以，重点是我位置也到不了啊，这真的太为难我了，我真的是肢体障碍。鼠哥午安，超哥午安。右下有稍微提示下个动作，看不懂啊！你这个玩 Just Dance， 你知道他就跟一个没有学过音乐的人，
然后就拿一份乐谱五线谱，然后就说哦，你就照着弹就可以，就是 Hello， 根本就不知道哪个音在哪里，怎么可能会弹啊？这是一样的，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觉得看五线谱容易多了。浩浩同事看滴滴五乐都认识综合佳佳了，综合佳佳有名。Hello， 奶冻卷无安，我之后多玩就好，可是很贵吧 ？Just Dance 要多少钱？应该要几万块。安安无安，小千看简谱，但我觉得弹贝斯确实是看简谱比较方便。但是如果是就是弦乐器的话，我觉得看简谱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是像钢琴类的感觉，就是要看五线谱。 Sky 午安，谢谢阿卡的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欸，其实我现在只要看到有人送剪刀石头布，我都很想要，就是剪刀石头布，谢谢谁送的剪刀石头布，就是很想要唱的。然后其实当初在我写完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我还没有公开这首歌嘛，因为想说要等那个节目播出再公开。然后每次有人送剪刀石头布的时候，我就会说啊，谢谢谁送的剪刀石头布，然后我就很想要剪刀石头布，然后一直塞住自己的嘴。打歌没有啊？这是你们不会吗？有没有被洗脑？是不是洗不够？架，只要看到架就会很想要讲架，忍住不能唱，现在可以尽情的唱了。剪刀石头布，谢谢詹先生的掌声鼓励。Hello， 午安。不小心唱出来，这样就没有惊奇感了。对啊，所以惊喜就是要为了给大家惊喜，所以要忍耐。所以那时候，算是在 mini concert 的时候，有小小唱了一小段给大家，就是想。我每次直播都唱一次。剪刀石头布，姐夫好久不见，消失的惊奇感跟七七的生日礼物一样。话说我不知道七七有没有拿到我给的生日礼物了，因为我其实把七七的生日礼物就是伪装在那个粉丝信件里面，然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然后我还在信封上面写七七的小粉丝，没有，我就假装我是粉丝，然后我就塞在那个粉有我们有一个专门放粉丝的礼物信件，你好，就塞在那中间。我但是他没有跟我说他收到了，我在想他是不是没发现啊？就我下次把他放出来一点，以为我是粉丝，我不知道哎。我想说看，如果放一个礼拜他没有发现，我就要去跟他讲了。藏得太深了，我被姐姐审查看到一定傻眼。好哟，七七什么时候要发现呐？是我啦，我是那个小粉丝哎，花枝仓鼠当签名，我的签名版就是仓鼠，虽然大家都以为它是兔子。你的神秘仰慕者，哎，对啊，我应该要写，就是兔七七大人白神秘的仰慕者，我应该写这样，如果是写小粉丝。可能审查没过，哎，怎么可能？不会吧？Mina 今天也要吃午餐吗？有，
在想今天要吃两倍辣的面嘛，但是啊，因为家里的牛奶喝完了，其实我有点怕我会被辣死。虽然我很爱吃辣，但是两倍辣哎，听起来有点怕怕的，所以想说，不然明天再来挑战。今天来吃面包，面包加浓汤，浓汤哦，真的很安部分。我要冲上次的那个法式蘑菇浓汤加法国面包。哎，我刚才烧的开水应该还热吧？哦，但我忘记拿汤匙了，我是不是该去拿个汤匙搅拌一下？等我告诉七七的时候，请拍下他的表情。好，我会记得的。布丁面包加浓汤，没有啦，今天没有布丁面包啦。对，是之前种的浓汤，只泡了一包，就是直播的时候泡。因为夏天嘛，夏天早餐就比较喜欢喝冰豆浆啊、鲜奶这些。那我们先来泡这个浓汤。我是法兰西仓鼠，不是啊，不是法兰西啊。哦哦，因为要吃法国面包的关系吗？法国人的早餐，我终于懂了。但是我今天用碗，因为要沾。我要去拿个汤匙吗？去拿个汤匙好了。谢谢米叔 ，Kiki 就 Kiki 不是 Kiki， 我怎么讲 Kiki 就就 Kiss 啾啾啦 ？Kiki 啾啾是什么啊？我在讲什么东西啊？脑袋都不清楚了。Hello Vivian， 谢谢草之白追踪。Hello 文凯午安。Kiki 是谁？那个是那个女生啊，那个女生。先把墨镜戴上。今天是二周年，我们来二周年，我们来放 AKB 的歌怎么样？我想要放爱哒嘎哒，但是网络有那个吗？网络会有中文版的吗？讨厌，等一下我，等我一下下 ，Kiki 来啾啾啾咪。啾咪！爱哒嘎哒，没关系，我们来放日文版的，有我们的版本哦。等一下来放。哎，等一下没有连到蓝牙哎。麦卡巴有中文版剪辑片段，等一下找找看。嗯，谢谢爸爸送我好多 Kiki 啾啾。嗯，啊，连到了。文法会想要唱好想你，那我去拿汤匙，我去泡我的浓汤。然后我等一下去烤一下面包，虽然那个面包
昨天才刚买的，是可以直接吃，但烤了应该更好吃。烫烫烫烫！谢谢阿妮的剪刀石头布，看起来很不浓，可是我刚才水加太多了，是吗？有辣有浓，可能我水加有点多哎，来试喝一下。但是好像比上次泡稀，因为我可能用碗装加了太多水，但还行。面包，面包它好长，法国面包很长，我要把它切一下。我吃得完一个，可是我觉得切一下再烤应该比较好吃。你好，我现在在场外切它。谢谢志伟哥的石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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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烤一下我的面包，切好了。好，一下下就好了。咯叽咯叽的声音。得到吗？找看看。嗯，好想见你。哦，有欸，有麦卡贝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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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见到你。对，这个是短版的，因为我们表演都是长版的，有点不习惯。好听。对，大家记得吗？两年前的今天，第一首表演的歌曲就是这一首《爱哒嘎哒》，然后那一场见面会的名字也是《好想见到你》，爱哒嘎哒。所以今天我是不是第一次在直播唱这首歌啊？虽然很常听这首歌，但是好像没有在直播唱过。谢谢爸爸的 kiss 啾啾，怀念呢。谢谢阿提亚的掌声鼓励，谢谢九二 ，Hello 梦午安。对，两年前初登场的这首歌真的是令人怀念。谢谢证人的福袋，谢谢爸爸的 kiki 猪猪。小千不敢乱回答，什么？有什么好不敢？排队排很久啊，因为那时候是在什么什么。什么旅展是吗？是在旅展，然后人超多的。谢谢阿尼的 kiki 猪猪。爸爸那时候拿到七七的纸笔，爸爸拿到七七的纸笔，然后推米娜。嗯，真的是缘分呢。两年成长了好多。你说脸颊肉的部分吗？有变瘦哎，跟以前比起来，我的婴儿肥。所以我一直想说，我应该不是婴儿肥，因为很少人二十岁了还有婴儿肥。然后那些奶奶都呛我说，她说我这个脸颊肉没救了，不会再消了，它就是肉。然后就现在跟以前比起来，就觉得真的有变瘦了，所以真的是婴儿肥哎。因为婴儿肥会慢慢消嘛，可是如果是肉就没救了。看来我还有救，对，我的面包好了，可以去吃，嗯。两周年还有什么歌啊？来听 AKB 经典的歌好了。我好像其实在直播很少放 AKB 的歌哎，因为平常我知道大家平常应该都听很多 AKB 的歌了，所以想说多介绍一些，比如说各个曲风，饶舌也好啊，摇滚也好，就是想多介绍其他 AKB 以外的歌给大家听。所以其实我直播好像。其实蛮少放 AKB 的歌哎，24岁终于没有婴儿肥了，我没有吗？我现在这样没有婴儿肥吗？还是很肥好不好？可能要过25岁，应该会慢慢消。太棒了！我一直在担心我这脸颊肉都已经24岁了，还在怎么办？四七阶现在放了会喊爆，哎，对，也可以放个四七阶。肉长对地方超可爱，我有长对地方吗？我觉得我肉长错地方了吧。当时也有唱樱花瓣，哦，对耶，樱花瓣也是一个蛮代表的歌，对耶，二周年，那我们先来听个樱花瓣好了，樱花瓣，不安瓣。樱花瓣真的是很好哭的歌。四七阶扣打的太大声，有成员听不到音乐，所以跳快一拍。你是说那个李涵涵吗？你是说李涵涵吗？笑死！但我觉得扣打的很大声，很棒啊，很燃欸，就是你们真的太棒了。你们很棒。怎么知道说他？因为涵涵有说啊，他说他整个 Daisy 组都知道。他自己说的。那我们来看樱花瓣，樱花瓣的 MV 有71万点阅率了哦，会不会破百万呢？除了专辑里面中文歌，其他表演的中文歌都没有听过，因为没有发行吧。等一下，米娜哭哭就吃不下午餐了。为什么会哭哭？不会啦。那我们来听樱花瓣。其实唱歌的时候不要乱想太多情境，有的没有，就平铺直叙唱，可能就不会那么想哭。哎，怎么讲？
现在听到樱花瓣，今天来说，今天的心情是开心的，因为两年前的今天也演唱了这首歌。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啊，真的。唱完再去吃东西。早餐王，好久不见，你去哪里了？温暖的太阳，安静的晴朗，洒落在教室的窗户旁。那春天的时光，所剩无几的流淌。无聊的课堂，不经意张望，突然发现你们的模样。相同的制服上，透露大人的倔强。就要朝各自的未来起航，为了到说好的远方，撑在梦的翅膀，将从背后绽放，逆风翱翔。当樱花灿烂盛开，有你牵着彼此的手，呼出响起希望的钟声，不觉回荡在空中，叫我不再害怕怀疑夜的尽头，紧握初衷，勇敢追求。当樱花灿烂盛开，慢慢松开彼此的手，呼出一定有个他专心祈祷，默默的守候，推开崭新世界的门，亲自探索，紧握执着，勇敢承诺，让眼神闪烁。谢谢米酒的应援棒。阿贝桑毕业一年了，阿贝桑毕业的时候真的哭得好难过，可是现在会看到阿贝桑在木曜也表现得很好，也会很替他开心，然后也还是可以保持联络啊，所以就不会觉得那么难过，就是毕业不代表。成的过往，趁季节没泛黄，写满离别的话，仔细封藏。当泪像花瓣飞舞，用力牵着彼此的手，从脸颊缓缓飘落，祝福一样深刻的感动。抬头仰望着蓝天，空隙饱了暖和，拥抱辽阔，大步的走。当泪像花瓣飞舞，慢慢松开彼此的手，回忆曾经的所有，全是那么美妙而温柔。早答应要一起前往憧憬的城守，挥别狂欢，有你的我，眼神多闪烁。当樱花灿烂盛开，用力牵着彼此的手，握住响起希望的钟声，不觉回荡在空中，叫我怕怀疑夜的尽头，紧握初衷，勇敢追求。当樱花灿烂盛开，慢慢松开彼此的手，握住一定有个他专心祈祷，默默的守候，推开崭新世界的门，亲自探索，紧握执着，勇敢承诺，让眼神闪烁。我刚才唱错段，金黄仓鼠。牵着彼此的手，从脸颊缓缓飘落，祝福一般深刻的感动。抬头仰望着蓝天，空隙饱了暖和，拥抱辽阔，大步的走。当泪像花瓣飞舞，慢慢松开彼此的手，回忆曾经的所有，全是那么美妙而温柔。早答应要一起前往憧憬的城守，挥别狂欢，有你的我，眼神多闪烁。好久没有唱樱花瓣了，谢谢阿基拉的粉丝团打 call， 谢谢阿顺的 love，
谢谢尖角超会大追踪。红包我应该抢不到了。哦，有欸，我抢到了，谢谢孝贤的红包。很多歌都没有听我单独唱过，真的吗？今天我觉得可以二周年欸，来唱唱我们自己的歌好了，或者是以前唱过，我今天也可以再唱一下。两年嘛，毕竟就两年，我自己的唱功也有变好，唱法可能跟以前也不一样，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声音变得比较成熟，自己蛮喜欢的。谢谢小风仔人气选票，刚好很少人抢，应该是中午吧，可能很多人挂停。谢谢豹哥追踪，微微儿午安。对，勇往直前有唱过吗？可以来唱个勇往直前。中午太多人播了，没关系啊，这样你们才抢得到红包，很棒。勇往直前好像也很久没表演了，其实好像也没很久啦。没有，就很少在那种公开大场地表演《勇往直前》这首歌。爸爸没有看过 AKB 参赛那首歌，其实是不是只有表演过一次还两次？我啦，我好像表演过一到两次。我也很喜欢参赛那首歌，欸，就是很帅气的歌，然后会有那个手电筒激光。谢谢熊熊告白气球，可是参赛也没有发行过，所以好像网络也找不到中文版。谢谢熊熊告白气球，那我来唱个勇往直前好了，我忘记我有没有唱过，但可以再唱一次，参赛都听不清楚哦。谢谢强大森叔叔的真情告白。被手灯闪的画面还历历在目。我很喜欢参赏，对，只是现在很久没有表演这首歌。那我来唱勇往直前。哎呀，也太滑了吧。我们有的歌好像就这样。Only Today 我好像有唱过。第一次觉得亮度有点暗，第二次直接被闪爆，所以告诉你们不要抱怨，下次就轮你被闪了。勇往直前，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因为一旦撇开脸，就会察觉早满溢不舍的泪。眺望远方，目光坚决，咬紧牙关不妥协，出发吧，我不顾一切。从与你相遇，是不是你在一起？青春岁月的日记，写满了反抗叛逆，旅途中的秘密，最重要的东西，是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总如此相信，那快乐美好的多难忘，但却不会永远无止境的闪亮。别将过去捆绑，许下心愿，勇往直前，至少最后一眼，让我耍着帅微笑说再见。即将踏进新的世界，关虽然有一些，可已经不准谁退却。曾走过的蜿蜒，回首的瞬间，是顺风依然还轻轻的吹。哇哇哇哇哇哇 ，Yes！ 哇哇哇哇！某次坠入恋情，被他伤透的夜里，像孩子胡言乱语，山上秋千闹脾气，痛快骂个彻底，任性的大吼哭泣，你始终不离不弃，给我温柔的暖意，
那挫折苦涩的多荒唐，但却不会永远无止境的滚烫，就更加倔强。许下心愿，勇往直前，这最后的道别，让我继续深信期盼明天。尽管没有你在身边，尽管我好久不见，一个人也能够面对，朝各自的终点各自去冒险，而天空依然连绵同一片。哇哇哇哇哇哇 ，Yes！ 哇哇哇哇，启程的号角响起，把回忆丢弃，就放手追寻。想到那时候在阿里山上奔跑的仓鼠，许下心愿，勇往直前，至少最后一眼，让我耍着帅微笑说再见。即将踏进新的世界，风虽然有一些，可以经不准谁推迁。曾走过的蜿蜒，回首的瞬间，只剩风依然还轻轻地吹。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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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哇哇哇哇。大家没事可以再去刷一刷《勇往直前》的 MV。谢谢阿卡的掌声鼓励。对，我那时候去阿里山的时候得流感，人生第一次得流感，然后居然是去阿里山要拍 MV 这种重要。Hello， 圆滚滚，午安。仓鼠上山有没有晕车？我应该有吃晕车药。谢谢萝莉兰的应援团。姐夫是因为勇往直前 MV 入坑的，真的。笑贤的耳机没电。山上还超冷，真的，但是有一种大家为了好的作品，所以就是一起努力，一起忍耐，然后最后 MV 拍出来也真的非常美，就觉得就是有值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浩哥要走了，浩哥拜拜。但是因为 Mina 要报仇入坑的，这个原因也蛮特别的，报仇。爸爸有去踩点，用走上去，为什么不开车？请营运下次让咪娜转个麦，转麦是什么意思？哦，你说站诗雅的诗雅或雨晴的那个位置吗？就有转麦，我不会转欸，要练。还有什么歌？我们的歌其实好像不多欸。面包热好要凉掉了，对，还是我先吃一下好不好？然后再看，等一下还有什么歌啊？哦，还有 TTP， 但 TTP 我好像唱过了，没关系，可以再放。那我先去吃东西。我们来听 AKB 的歌好了，我们可以来听个四七街，我也很喜欢这首歌。Minako， 先吃一下，谢谢夏尔的红包。哎，这时间真的很好抢红包哎。
练习的时候大家应该会超怕。米娜拿杆子感觉就很不放心，是不是？那我们来听试七阶。你拿我的面包。啊，好像烤的有点焦，但还好啦。一边焦一边不焦，我比较担心浓汤不热。いただきます。谢谢夏姐的福袋，那我要吃咯。其实我喜欢用手去拨开它吃，哎，但是现在没有桌子，有点不方便。算了，那我直接沾好了。好配，买手抢红包啊！我要抢，我用小拇指抢，然后吃东西抢才不会脏。谢谢萝莉狼的红包，谢谢阿红追踪。哇咕哇咕斯鲁布，西加库纳鲁，也太嘎，对啊，超脆耶。想说要买吐司的，之前想买不到，然后走进他法国面包就觉得，好久没吃法国面包了，所以就买了。下巴都是，它太大了，我平常会拨开来吃，但是没有，我现在一只手，因为在直播一只手拿着，对不对？要给你们看到，这样都很容易沾到下巴。萝莉人都喜欢奇怪的截图。阿门。你们要帮我喊。台北，那青 TP 基本上真的都是台北，青 TP 嘛，台北比较多。其实我本来应该也是喊新北的，但是如果说出生地的话，人量太多新北了，那我就喊了我的家乡之一，可以泡啊。完全买很多台北，好吃。去多一点才讲别的，对啊，但即使如此，台北还是很多啊。大安区讲太细了吧？边喝边讲，好辛苦。
首歌，不然你们憋得很辛苦。还有什么歌啊 ？AKB。旁边再去考虑。奶奶，对啊，奶奶今天没有去上班，要听什么？随便点一首好了。点了马尾。那个什么生理假，奶奶看我吃很好吃，她也要吃法国面包。奶奶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年轻，装年轻啊！好吃，该吃第二个。这样会不会感觉 Mina 吃很多？哎，你把前面唱，对啊，什么时候才要唱啊？我要跳过了。来了，我感觉我吃好多，你就怕会肚子饿吗？啊，身体痛还可以做手术？我不知道，我没有生理痛过，可能因为我是男孩子吧，不太懂女生那种，就是。女生不是听说生理期来的时候会那个吗？就是脾气会变比较不好，容易生气，然后肚子很痛，听说痛的跟比生孩子还痛。我不懂啊，因为我就男生，我就直男，我就不懂哎，我没有生理痛过，我不知道，跟你们的疑惑是一样，我不太懂，就做女生好辛苦哦，不懂哎，不懂生理痛是怎样。奶奶都讲台语哦，我们家不太讲台语，我爸妈也不会讲台语。你哪男孩子不懂？你们懂吗？你们又懂了吗？脸上会爆痘痘，我不知道哎，我就没擦。奶奶一直都爆脏，你们不要讲的那么诚实，不要说的自己好像真的是男生，那有时候真的不懂啊。就不懂女生的生理痛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你们的疑惑，大概也是我的疑惑吧。女生还会有什么奇妙的要求？你们不懂。为什么会啊？超脆！哎，这首歌很好听，但是而且要给你们听很脆的声音。女生在想什么，基本都不懂，我也不懂，又不能直接一点嘛，真是的，拐弯抹角都听不懂。然后给你们听很脆的声音，先暂停一下，这是 ASMR。
手剥的话吃很快，单吃单吃。好久没吃法国面包，很好吃耶。奶奶的面包也烤好了，叮！大人听不到声音，那你看得到我吃的表情啊？沾到都快没了，这干泡稀一点是对的，因为它很会吸汁。今天没有环状魔粉，因为手不够。有的话就会环状多片，但今天吃的特别快，不觉得吗？面包单吃也很好吃。有，我昨天宵夜就是这个面包，然后今天早餐在吃。我最喜欢的布丁面包的那家面包店，那家面包店的东西真的都很好吃。奶奶也吃同款吗？对啊，那我不知道奶奶也要泡这个浓汤吗？法国面包要配浓汤啊。奶奶要配咖喱。吃完了，好吃。这浓汤变超浓汤。是双胞胎，不是啊，法国面包啊！谢谢坤坤的应援棒，换奶奶给你们 ASMR。这么大声吗？有吗？你们听到奶奶声？有哎、欸，粉丝说有哎、欸。还有黑雕，超脆的。谢谢熊熊的掌声鼓励。奶奶要乐福，奶奶有吧？我看到她的乐福袋了。奶奶的乐福袋在旁边。我从来没用过，不知道女生的生理痛是什么意思，是怎么样子？女生很爱问哪里不一样，有吗？我还好吧。觉得好饱，我也好饱，满足。居然是查理，应该奶奶是随便买的吧？我要精挑细选。要煮红豆汤给奶奶喝，家里有八宝粥啦。自己煮的八宝粥，肉柱装，我最近起
实很喜欢短版的衣服。对，哎，这个是新买的衣服，因为短版的比较便宜，没有啦，其实价钱一样，就是觉得短版看起来身高比例看起来比较高，所以最近今年买了很多短版的衣服。天气热。还有很多白熊，白熊今天没来。我以前就喜欢露肚子了吧？有吗？你说两年前吗？好像是哎、欸，好像还蛮多露肚子的衣服。小熊软糖衣服，这是小熊软糖吗？不是吧？布料减少，价钱没少，很多布料的少，衣服还更贵，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更便宜的衣服，你说比短版更便宜的背心吧？背心是真的很便宜，背心大概50块就买得到了。那很脆，它上面写 candy。我看这边看不到吗？穿 M 号也没有比 XL 便宜，所以干脆吃胖一点，对不对？反正M 号衣服没有比较便宜，所以还不如穿 XL。你看，还用了更多的布料。妮娜喜欢吃泥鳅吗？泥鳅可以吃吗？不敢吃哎、欸。S 号还不是一件600多，所以说还不如买大件一点，有没有比较划算？是这样子算的吗？好像很合理一样。对，你要想自己好像赚到。我真的好喜欢泳装单哦，不是我自己喜欢，就是我觉得看了很赏心悦目。还可以当 oversize 穿，对啊，是不是？你这样想就觉得哇，你赚到了。那继续来唱歌，还有什么 AKB 的歌没有唱过？今天2周年，可以多唱唱我们的歌。波特，我不是波特。他 L 可以当睡衣。话说我把我的圣诞七，我自己的是 S 好的，然后我给奶奶一件 M 好的，结果他都拿来当睡衣穿。奶奶再烤一块吗？奶奶也是烤2块，可是他现在不见了。如果有泳装单，想穿哪种款式的？可爱的吧。要听什么歌呢？欸，我好像没有唱过《闪亮的幸运》，但也是短版的。我有唱过《闪亮的幸运》吗？他突然就开始了。Hello， 毛良，新型病毒，我记得我有唱过耶，有吧？表演的歌全部唱一轮。Bingo， 我没有唱过哎。哦，远距离海报，对耶，可是远距离海报是不是没有那个啊？网络上是不是找不到中文版？我记得没唱过《闪亮星》，那我来唱一下好了，看看底下有没有歌词。欸，其实不用歌词啊，就是惯性找歌词，但是我
已经表演很多次，应该不用看歌词。好。啊，他们怎么没有腾腾啊？我一直我抓不到进歌的时间呢、欸。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你在我的脑海，每当又想起那旋律前奏，无尽旋转在心中。就像太阳光芒燃烧着爆米花，跳动的音符在热舞不散场。想到你的脸庞和你说过的话，就足够让我的心恋爱发芽。用尽所有的言语都难以表达，因为你让心灵都闪亮。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停不住爱你，讲好的甜蜜围绕你我身旁，无尽旋转爱的火花。无论到任何地方，那是我们最最爱的歌。而时是消失不曾间断，串联对爱的渴望。你是唯一，我要独家收藏。 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停止不住爱，甜蜜围绕你我身旁，无尽旋转爱的火花。你让幸福都暖洋洋。他这个是短板，每次短板我都不知道他下一段是接哪一段，所以我刚有小唱错。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我想要去补唇膏，偶像是要完美的，我现在唇色不行，我要去补一下。羊羊羊，勇往直前，我刚刚唱过了 Panty 吗？ Penny Penny， 我刚才唱过勇往直前，还有樱花瓣了。好多了，嗯，很多了，好多了，不是很多。谢谢小鱼追踪。暖洋洋，还可以唱什么歌？还可以唱什么歌？我看一下，饼干，饼干，我有唱过吗？我有唱过饼干吗？还有新型病毒。心情病毒我是不是有唱？饼干有唱过吗？我真的很多歌其实没有，没在直播唱过啦。乐福修行我好像有唱过。天使尾巴，有人要听饼干吗？看见夕阳了吗？嗯。想要唱比较没唱过的歌，绿草地，绿草地我没唱过吗？我们有什么比较代表的歌？饼干，我没有唱过天使的尾巴，但网络上有吗？天使尾巴网络是不是找不到歌曲啊？啾啾啾网络也找不到，嗯。
对，很多网络找不到哎、欸。那唱个饼干。对，天使尾巴好像没出过中文版的。哎，天使尾巴有收录哦，那网络找得到吗？等一下找一下。唱日文，我唱中文啊。世界再大也仅只能够看见你，很可惜你却对我不睬也不理，有时伤心剧情准备失恋的勇气，耶耶耶，好多真没在你身边慢慢靠近，就连空气都感觉到有些拥挤，不起眼的花朵是不是要枯萎窒息，耶耶耶，咖啡店在播放的那首歌曲，好想知道我所有的秘密，跟着节奏挥动着我的手臂，想要忘记的人还保留痕迹，在这里饼干代表心意，运气概率简单也最复杂的谜题，嘿嘿嘿，我想嘿，彩虹会在暴风雨后绽放它的美丽，每一次的相遇都会有它存在意义，应该是我们最后一定可以在一起，它是短版的，我一直想要继续唱。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和我在一起吧。恋爱这里，饼干代表幸运，运气概率，简单也最复杂的谜题。嘿嘿嘿，我相信绽放笑容，好运就会在身边降临。恋爱这里，饼干代表神奇，明天自己一定要比今天了不起。嘿嘿嘿。在暴风雨后绽放它的美丽，每一次的小雨都会有它存在意义，想留的预感是我们最后一定可以在一起，好不习惯短板哦，消遣在看动作才歌，这很简单吧，这首很明显。谢谢嘉阳的应援棒，谢谢阿卡的带你去流浪，谢谢阿华掌声鼓励。Hello， 圆滚滚，午安。还有什么歌？谢谢张先生的爱的抱抱。可以唱 Sukinanda， 哎，对耶 ，Sukinanda， 但 Sukinanda 我们本来就是唱日文版，没唱过 Sukinanda 的样子。就是在唱自己的那一 part 超熟，然后别人的那一 part 的歌词其实不太会唱。Sukinanda。好多广告，什么计划筒？我看看这有没有，等下我先看看这版本有没有歌词哦，因为我真的超怕。哦，它有歌词，它有歌词，那应该可以。副歌敲屁屁的舞步很可爱，对啊，就是这首歌的那个重点。L.M. 时期唱过太久了，那时候应该没几个人有听过吧，因为那时候没什么人看 Mina。 今晚我想来一点，诶，现在才中午，诶，
来唱这首歌。孝贤知道是哪一首了吗？ Hashtag喜欢这首的，我也喜欢。对，它是迷你控的，再长一点，多了一段间奏。它这个是短版的，各种慌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歌可以唱？我们还有表演过什么歌？握手会有跟 Mina 做过什么？谢谢汉汉的花枝金腿乌龟甲吧。洋洋 ，mini 控还有什么歌没有唱过吗？不一定 mini 控啦，还有什么歌啊？天使的尾巴，我没有唱过天使的尾巴，但是网络如果找不到，我就不行，我就没办法唱。对，网络没有天使的尾巴，只有上海的，但是上海的，对，上海的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大钻，哎，对耶，大钻好像可以耶。大钻，但大钻别人的怕我可能不太熟哦。其他首歌别人的怕还略知一二，是因为练习超多次。大钻的话，就是算是对我来说算是比较新的歌，所以可能不会很熟。试试看，大钻应该今天最后一首歌，大钻应该快要一点半了。大钻哦，我不知道点哪一个版本，我很怕它会雷耶。就是我就点进去，然后它歌曲的长度有2分半的，也有3分钟的，到底是哪一个版本？我怕我等下又被雷，然后我又各种慌张。
到底是要点哪一个版本呢？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版本，救命啊！知道自己平常上大概几分钟吗？不知道哎、欸。你差了差30秒而已。差30秒的段落很不一样。那点，没完，那我点个，点个短的好了。版本有没有歌词？哎、欸，有歌词，有歌词那就没差。OK， 再一次。走り出すバス追いかけて、僕君に伝えたかった心のモヤモヤが消えて大切なものが見えたんだ。こんな簡単な答えが出てるのに何にためらって見送ったのだろう。僕が僕であるために衝動に素直になろう。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僕は全力で走る。大好きだずっと大好きだ声の鍵に叫ぼう。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息が苦しくなるよ。しまっておけない大声ダイヤモンド。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僕は全力で走る。大好きだずっと大好きだ声の鍵に叫ぼう。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愛しさよ届け。大好きだきっと大好きだ風の中で叫ぼう。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息が苦しくなるよ。しまっておけない大声ダイヤモンド。黙っていちゃそのままさ恥ずかしくなんてないんだ。好きって言葉最高さ好きって言葉最高さ好きって言葉最高さ。感情を吐き出して今すぐ素直になれ。耶、yeah! 欸、这个版本对了，找对了，开心。谢谢汉汉的 love love。 开心，今天唱了很多歌耶，唱了很多以前没唱过，我以为我会唱过，应该说表演唱过，没有在直播唱过的歌。谢谢爸爸的 Kiki Kiki 啾啾 Skitty。今天是2周年纪念日，谢谢大家陪米娜一起度过，耶、yeah! ！然后明天中午12点也有直播，大家明天再见吧。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要怎么样可以化解尴尬？我自己的个性的话是会把话说开啦。把话说开就不会尴尬，就不会有心结。对，明天可以看2倍辣鸡面吗？那我今天要先去买牛奶，我不知道，我有点害怕哎，2倍感觉好可怕。上次是那个正常版辣鸡面，我是觉得好吃刚好，就是不会吃到觉得不够辣无感，但是也不会吃到让你觉得浑身发烫不舒服，所以2倍辣我有点担心。
明天来挑战看看两倍辣的仓鼠，大家要记得来看哦，明天中午12点。然后如果吃辣完我开嗓了，我就可以来唱泡沫，怎么样？完美。可能会烈焰红唇，那期待明天咯。那大家明天见咯，拜拜，2周年快乐，爱的嘎达。啊，我还没念排名，等一下，我在嗨什么？我嗨到腔掉了，等一下啦，还没念排名啦。等一下哦，我。为什么放了？我想要放癌大概就放到勇往直前了。今天的第13名是鱼晴，谢谢鱼晴。12名是田中，谢谢田中。11名是阿尼，谢谢阿尼。10名是汉汉，谢谢汉汉。9名是志伟哥，谢谢志伟哥。8名是加大，谢谢加大。加大头贴，这是哪时候的照片啊？啊，这是坏女人的照片。第7名是张先生，谢谢张先生。第6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5名是不想上班，谢谢不想上班。第4名是爸爸，谢谢爸爸。第3名是阿奇拉，谢谢阿奇拉。第2名是夏儿，谢谢夏儿。第1名是萝莉拉，谢谢萝莉拉。哈，不是鱼情。不是鱼情，我念错了吗？哦，鱼情鼠哥哦，所以是鼠哥，谢谢鼠哥。卷发今天没有烫卷啊，谢谢大家，明天中午见哦。明天来看 Mina， 两倍辣的 Mina。指责 Hello， 我要关播了，拜拜。大家拜拜，下午上班加油哦！哎哒哒。